哦 ，Hello， 是的，闻起来味道很棒吧？是三明治哦，我要一个。好的。哦，要钱的。对啊，大概是这么多，拿去吧。请给我一个三明治，谢谢。非常荣幸，这肯定会是你吃过最好吃的三明治哦。赶快开始做吧，伙计。培根要多放几片。看看这美丽的家伙，好好享用吧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，谢了。啊？什么？你居然变成机器人了？机器人也喜欢三明治，对吧？真是太棒了！这里越来越有派对的气氛了，而且全都是我自己布置的。哦，希望 Madison 会喜欢，可别忘了包他的礼物。怎样啊？根本就是专业的手法，谢谢夸奖啊！哦，他来了呢。这东西要放哪儿好呢？放这边他不会看到的，对吧？生日快乐！你又长大了一岁呢，该来庆祝一下喽！哦不，他的礼物不妙了。我的礼物呢？闭上眼睛啊！我该怎么办？下面有什么可用的东西吗？我知道了，可以用厚纸板来做个东西。在正方形的基底挤上热熔胶，然后把另外一块小的放在上面，接着重复一次，然后在侧边再粘上一块，好了，然后在中间加上几块，用胶水固定棍子，然后把这块安装在上面，现在让它站起来，然后做一些一样的摆在一起，加上自己的装饰，然后就可以把糖果加进去了。我选了 Madison 最爱的糖果，他一定会很喜欢的，真是个简单又完美的礼物。睁开眼睛吧，祝你有个甜蜜的生日，亲爱的。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我要先吃小熊软糖，好酷哦，红色是我最爱的颜色呢。这真是最棒的生日了，现在换巧克力，这家伙超大的。这边这个让我帮你吧，告诉我什么时候停。哇，都是我的呢！甜蜜的糖果给我的小甜心。哦，让一下吧，伙计们，我整天都可以这样做。哦耶，我有好多钱呢，宝贝。看来这边需要清理一下，让我帮你吧，亲爱的。哦，拜托，别再丢了，拜托你。不准丢。没人管得了我做什么的，我的老天爷，应该够了吧 ，Madison， 你快给我回来，你快点，慢一点啊，我很老了，别无理取闹了，可惜你真的老了，我到底做了什么才那么倒霉啊？等等，我知道怎么停止他疯狂的行为了，我只需要一点厚纸板。在正方形的中间放两根木钉，然后在上面套上弹簧，接着把这个部件装在上面，然后用几块纸板围在它的旁边。这对眼睛很搞笑吧？加上一点颜色会更好。想看看我做了什么吗？它很可爱，对吧？好好看着我怎么做吧。你很饿了吧，小家伙？开饭喽！什么？你当然让我试试看？真是难以置信啊！耶！真的可以呢，当然了，看看现在是谁的剪铜板呢，这样好玩多了，对吧？没错，他肯定饿坏了，他好玩的啊。哦，拿去吧。好啊，同学们，谁可以上来帮我，让我看看呢。什么？今天全班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有别人吗？好吧，就你吧。当然，我知道你肯定能完成这个挑战的，我会尽量的，老师。哼，我能要求的也就那么多了。好啊。哦，这真是有趣啊。不过别担心，让我做一些微调。谢
现在你可以再试试看了。那就好吧，真不知道这有什么难的，就这样瞄一遍嘛，我一定会拿到优等的。字写完了，还差一个字，看来我都写完了。糟糕，多加了一画。贪婪，我的老天鹅啊，真不想给你这个成绩。不过，哦，我想这个可以助我一臂之力，拿去吧，老师。那么，我们再试一次好了。让我瞧瞧。哦，我想我有办法解决问题了。这个不需要，只要这个部分就好。没错。先从长长的长方形开始，在其中一边写上数字。好啊，我回来了。你用这个吧。哦，我肯定不需要那个啦。抱歉，我忘记一个细节了。首先，我们要来一点亮粉，看看它们多闪亮。这样，我们的数字就漂亮多了。你看。哇哦，谢谢你加上金光闪闪的东西。那么我们可以再试一次了吧？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看看这模板多神奇，超容易的，你不觉得吗？现在要把模板拿起来，一起看看你的杰作吧。这些数字真是没话说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了吧？给你 A 加。没错，给点掌声吧。哦，今天真的超饿的。好啊，继续工作吧。或许我该把它们洗一洗。来吧，别拖拖拉拉的。亲爱的。哦，你在这啊？对啊。你该帮忙做家事了。对哦，我才刚刚做完家事呢，你看。换你了，爸爸。让我想一想啊。其实这些厚纸板可以帮大忙哦，我有一个超棒的主意了。裁好这些部件之后，在边缘涂上热熔胶，然后把这些小块的纸板都粘上来。全部粘好了以后，放一个晒衣夹在下面，然后贴上这些小标志。成品就是这样哦，朋友们。不如我们玩个弹珠如何？酷！输的人要洗碗呢。哦，没问题。那么你先吧 ，Madison。去吧。哦，绕过转弯位，差一点了。20杯。耶！好啊，让我试试看吧。哈！哦不！看来得洗碗了，老爸。也许你下次的运气会好一点。洗得怎么样啊，老爸？再多来一个如何？谢谢哦。弹珠，我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终于可以睡了，好舒服啊！大家准备好听一段素谈吗？我会让你的耳朵流血的。Madison， 现在很晚了，不适合摇滚了。看看我学了什么。拜托，我需要睡觉了。好吧。或许我可以小声的弹呢。今晚肯定会很长。哇哦，这首歌献给我所有的粉丝们。耶！真是够了。那是 Madison 吉他的原装盒吗？这就是我祈求的答案了。终于又看到希望了。来看看这把纸板吉他吧。看到纸笔了吗？把它折成一半，把它们放在这边，然后用这个锥子戳一些小洞，然后用绳子来做吉他的弦，进去吧。用胶带贴好固定位置，现在在背后涂一层热熔胶，完成了。看起来跟真的一样，对吧？来试试看吧。用这个来交换你的内打吧，进展比想象中顺利呢，真是松了一口气啊！完了，我的摇滚明星！哇哦！
家。哇哦，好大哦！我知道，坐吧。哇哦，你有好多玩具哎，还有很多钱。你带了什么呢？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就这个啊。对啊，是我的猴子。咦，看看那些包包，你真是幸运，它们好漂亮哦。哇哦，对啊，我每天都需要新的包包。我要近一点看，从来没看过那么多包包哎，真的是美极了。哇，看看这个，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那个给我，这可是很贵的。看看上面肮脏的指纹，我只有这个塑胶袋，我一样好东西都没有。哦，不知道盒子里面是什么，他又去哪了？看看所有这些超酷的东西，哪些是垃圾啦？嗯，这个盒子我可以用，等我一下哦。看看我的新包包，哦，我喜欢。你在哪儿买的？我也要买，给你吧。天哪，太棒了，是我的新宠，谢谢哦。或许我们可以交换。就该知道这是个陷阱，这样才公平啊。但我可不高兴。给你，这个拿去吧。真的吗？给你啦，因为我有这个啊。架子放不下呢。我改变主意了。安妮，刚刚不是还在这吗？你的哦，嘿，妈妈，嘿，亲爱的，看到你们俩真好。我带了东西给你哦，我们可以把头发放下来，然后好好封一下。哇哦，谢谢，太赞了。可是我的衣服好像不适合派对呢。等等，让我看看有什么可以穿的，里面应该有合适的衣服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这是什么啊？还是算了，有个少见的。还有什么呢？我怎么不记得我买这件啊？看起来挺合身的。这是谁啊？给我了，假装没看见就好了。好啊，赶快把衣服穿上吧。还真有点紧哎，让我帮你吧。没用了，肚子太大进不去，该怎么办呢？我好像有办法了。我知道该怎么解决了，不过我需要一些工具。宝宝出生前，我们就该打扫一下。好啊，准备好改头换面了吗？把头穿过去。好啊，然后呢？这样怎么出去啊？我还没弄完呢，别动哦，需要发挥我的艺术实力，你一定会很漂亮的。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快要好了，你觉得如何？哇哦，太赞了，好像模特儿一样哎，记得不要在雨天穿就好。哦，这个跟衣服很配呢。真的吗？给我的吗？感觉超迷人的。 Thank you。 来吧，我们走吧，一定很好玩的。没人在看，可以偷吃一口零食了。怎么那么难开呀？拜托，我需要零食了。哦不，袋子烂了，我的美味零食美梦这下子全泡汤了。嘿，大家看，原本是糖果的，快抢啊！就是啊，是我的糖果哎，你们走开了。还剩一颗给我。哦，可恶，这是在开玩笑吗？真的很讨厌哎。哦天哪，大家把他的糖果都偷走了，或许我可以帮帮他。这是在干嘛？嘿，我有办法解决你的糖果问题哦。你看这个，是我的小猪，来看他的鼻子试试看，看到了吗？是一台糖果机。让我教你怎么做吧。先拿一块像这样的厚纸板，然后粘上另外三块，然后加上底板。下一个部分需要更多的底板，还需要一些小木钉。
是要做成这个形状，然后要一个小木钉和两个小橡皮筋，然后把这个部件放进我们刚刚做的盒子中，大小应该刚刚好，慢慢滑下去，然后把橡皮筋勾到另一个木钉上。我会用镊子来帮忙，比较容易操作。别忘了另外一边的橡皮筋也一样，然后只要轻轻一推，糖果就会掉下来了，很棒吧？现在要盖起来，然后加上一些向下的小坡道，前面当然也要盖起来，这样比较漂亮。到了最后的步骤了，要加上装糖果的塑胶容器，可爱的小盖子，这样糖果才不会撒得到处都是。看，上面还有盖子可以让你加糖果进去。哇，看起来真好吃，而且色彩缤纷的。把盖子盖上，来加一点装饰吧。哇，首先糖果真好吃，而且小猪也很可爱。好了，让我回到我的座位吧。汪汪让！这场比赛我一定会赢的。不，没有人可以阻挡我。拜拜，苏森，下礼拜午餐见喽。哇，今天下午聊得真开心，能和朋友出去真好。妈妈把车子钥匙放在另一边。哇，我得来准备晚餐了。如果我再靠近一点，有花遮住，他看不到我的。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很可疑。哈，没有人呢。来把花盆换成大一点的蕨类植物。好啊，踮脚走，踮脚走，到了，我拿到车钥匙了。哇哦，是真的钥匙呢。可以开车喽。哇哇，超级无敌开心的。哦，放开我啦，我又没有开很快。小姐，这是你的吗？哦不，是我的小宝贝，不是我的车吧？我得想想其他的办法来赛车。我有这个厚纸板，先裁出这个形状，然后像这样在上面加一点胶水，接着是下面，把另外一片一样的形状粘在上面，然后再重复挤胶水，像刚刚一样，再贴上第三片就可以了。这一片的中间没有洞，接下来呢，当然又要挤胶水啦，再贴上最后一片厚纸板。好了，贴了四层，终于够厚了。现在要上色，这才是好玩的部分。我喜欢这个橘色，又明亮又漂亮。好了，把手机壳放在里面，我是先量过的，所以大小刚刚好。接着还有更多纸板和更多胶水，当然还是要一层一层粘起来。下一个部分有点棘手，因为我们需要斜着贴，然后我们要等干，干了以后就可以上色了，可以全部组装在一起了，用这个垫起来固定位置。噔噔，我做了一个方向盘手机架。让让耶！我第一名呢，没人追得上我。这个游戏超好玩的，这个方向盘超赞的。哼，学校好无聊哦，来网上购物吧。哇哦，好可爱哦！丹尼肯定在讲我，我的确很可爱啊。还好在垃圾堆里找到了这块厚纸板，不然我连笔记本也没有。Annie， 每次你经过，我的心就跳得超快的。就把它当做我爱的信物吧。嗯啊，哦，哇哦，是金色的 Puppy， 超酷的。等等，还有这个，好大哦，我好喜欢哦。哇，他真幸运，从来没有男生送我礼物。你光有那个就满足了？拜托，那是基本款了。给你看看什么叫 Puppy， 准备好被惊艳了吗？瞧。你觉得如何？那是钻石吗？实在太令人惊艳了！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我只要最好的，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，真是难以置信。嗯，我有个主意了，我是要旧的口香糖，还有味道呢，好吃。现在吹一个泡泡，不能弄破哦。目前还算顺利，把它粘在厚纸板上，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个。其实这也蛮好玩的，应该可以了。我自己的 Puppy 很赞吧？等不及试试看这些纸板妙招了吗？记得告诉我们你的成品如何，别忘了与朋友分享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看更多实用的内容。